世界的色彩，打从出生第一次睁开双眼的那个瞬间，这个世界的色彩就开始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所有的人事物都与色彩有相当紧密的连结。色彩不仅吸引着我们的眼球，也直接传达了我们对该事物的理解与想象。春天的嫩芽，夏天的果实，秋天的枫红，以及冬天的枯木。鲜艳的花朵、水果，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都是透过色彩在我们的大脑中建立起对世界的认知与感受，也是我们全人类共有的生活体验。毕竟我们就是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这些共有的体验与认知，也会随着时间累积成一种直觉的感受或情绪。所以，色彩可以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唤起人们特定的感受与情绪，甚至是行为，而这我们称之为色彩心理学。色彩心理学是特效美术设计色彩时非常重要的观念。除了主要用于描述元素特性外，更可以帮助表现物体体积感与视觉焦点的呈现。而我们可以把整个色彩区分为两大区块，分别是暖色调与冷色调。而暖色调总是带给我们热烈、膨胀、积极、兴奋、增加、前进、攻击性、注目性高等视觉的感受，就像我们看到生活中的火焰一样，它是如此具有能量、热烈，而且令人觉得危险。而且吸引力是非常高的，而冷色调总是带给我们冷静、退缩、消极、沮丧、减少、后退、防御性、注目性低等视觉的感受。就像我们在冰天雪地中感受到的那一丝寒冷，以及给人冷静或者是觉得沮丧、觉得一丝忧伤的感觉。而对比于火焰的强烈，在冰天雪地中的视觉，主要的蓝色调或者是比较低彩度的色调，也就相对显得注目性低。所以在冰天雪地中的一把萤火，也就显得相当的令人注目。所以如果能够妥善利用这色彩心理学，去勾起我们玩家对这些事物的直觉的认知，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色彩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玩家很快的取得我们希望传达给他们的感受。例如说，这个元素是非常危险的，又或者是目前正在施展一个可以让你感受到疗愈或治愈的视觉效果。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样的色彩设计，来帮助玩家更容易的理解，甚至能够更融入游戏的世界当中。色彩除了可以呈现前面所提到的抽象感受与情绪外，也可以透过色彩来描述物体的物理特性，例如远近、轻重、软硬、进退等等方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组案例，是黄色色块与蓝色色块的搭配。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眼光会容易先被黄色色块给吸引，甚至在我们的眼角余光中，我们会觉得黄色色块似乎比蓝色色块要来得更大一些。然后这样子的视觉感受，其实也传达着黄色色块仿佛离我们更近，蓝色色块显得较远一些，而这样子的色彩远近或者是面积大小的视觉差异，其实也是来自于色彩心理学所呈现的效果。我们可以发现，黄色色块是位于暖色调当中，而暖色调带给人的感觉，也就是较为容易膨胀，比较高的视觉注目性，而冷色调当中的蓝色，也就是比较低注目性，
那效果也显得较为退缩的感觉。而利用这样子的冷暖色调的特性来进行色彩的搭配，也就可以呈现出一个物体或者是特效的视觉效果在画面中的远近感，或者是深度、体积感等等视觉效果。像是粉红色与红色也都是属于暖色系的色彩，对比下方属于冷色系的紫色与绿色，就显得更强烈的视觉吸引力，在空间中也显得较为前进且膨胀。这就是一个很好利用冷暖色系的特性来达成的一个视觉效果。而除了呈现空间距离之外，也可以透过调整色彩的饱和度或明度来呈现物件的重量。在这里可以发现，上半部低饱和度、高明度的色彩给人比较轻盈柔软的感觉，相比之下，下方高饱和或低明度的色彩则带给人较为沉重且坚硬的感觉。所以，不论是空间远近，或物体本身的物质特性，这都可以透过运用色彩来达成，使特效更加具有说服力与吸引力，而这都仰赖色彩心理学的运用。接着来看一个案例，这是一个召唤宇宙能量的效果，而宇宙这个主题给人的感受是较神秘且灰暗的。所以使用了冷色调中的紫色来作为整个效果的主色。除了紫色是我们在宇宙主题中常见的颜色，紫色也常常能够带给人较为神秘、魔幻、阴沉等视觉感受。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场的时候，由冷色调中的蓝色与紫色开始。那蓝色与紫色在整个冷色调的色相当中呢，它是属于最冷的颜色。那利用由最冷的颜色开始，逐渐累积能量，能量逐渐的提升与升温，我们可以看到颜色已经逐渐的往暖色调的方向在移动。我们可以看出有紫色、粉红色、桃红色，甚至接近于红色的一个视觉效果。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到颜色呢，稍稍的退回了冷色调，回到了很快的退回了蓝色。在接下来的瞬间，去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水蓝色曝光。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比色的运用，因为我们刚刚的能量呢，已经升温到接近到红色了。那很快的跳回了水蓝色，也就是对比色的位置。那这样强烈的对比呢，就有助于如此曝光效果的视觉冲击感。此外，水蓝色是冷色调，也能带给人较强的收缩感受，正好符合这个阶段要呈现的能量的压缩。紧接着，压缩的能量迎来了大爆发。那采用了呢比水蓝色更高视觉吸引力的黄色、橘黄色，来作为这个阶段的曝光色彩。水蓝色到橘黄色的曝光形成明显的能量提升，因为作为暖色调中最高色彩吸引力的黄色，显然比冷色调中最高视觉吸引力的水蓝色要来得更加强烈。意思就是说，黄色的视觉吸引力也就比水蓝色来得更强，更符合这第二阶段更强烈、更具冲击感的爆发效果。此外，暖色调也可以带给人膨胀的视觉感受，这都能提升能量炸裂的视觉冲击感。接下来，最后的视觉，让中心的主题星球保持较高的视觉吸引力，因此采用了橘色，而周遭呢则使用了次一等视觉吸引力的粉红色与深紫色，整体视觉呢也偏向了暖色调，
对比一开场较偏向冷色调的蓝紫色，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场是蓝紫色，到后面的暖色调的橘与粉红紫色，完全可以感受出能量的大大的提升。最后还可以发现，在消散的阶段，在最底层衬托着一点青绿色。利用这个冷色调的色彩心理学，来帮助整个视觉呈现出能量的冷却、退缩，那逐渐的消散。那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色彩设计的安排，使整个特效的演出在每一个过程都有很清晰的视觉焦点，每个颜色呢都各司其职，还能做到相辅相成的加分效果，并没有因为使用了这么多颜色而显得混乱。而这个案例中，也正是巧妙或精准地利用了一般的配色方式，如相似色、对比色的配色方式，也利用了色彩心理学，帮助整个主题更加具有吸引力，使整段特效的演出得到非常好的起承转合的叙事效果。接下来要谈谈色彩体积，在制作特效时，有时候会发现效果过度扁平，而显得单调，又或者无法融入场景的空间环境里，而显得突兀。这正是因为色彩的体积没有做到正确的处理。在真实世界中是如何处理物体的体积感呢？其实就是光源作用到物体表面所形成的明暗对比，正如这颗灰阶的球体一样，其具有高光、中色调与暗部色调三个基础来构成物体的体积感呈现。所以，基于这个灰阶将色彩填上，也就会得到这个完全基于明度，也就是明暗的色彩体积结果。而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物体的体积感的一个效果的呈现。然而，除了单纯基于明暗来呈现物体体积感，其实也可以透过饱和度以及色相来达成。那这里其实利用的正是前面提到的色彩心理学。那我们看到饱和度的部分，我们利用单纯调整饱和度来实现一个物体体积感的呈现。一个较低饱和度的色彩会给人较轻、较漂浮、较往前推进的一个视觉效果，而高饱和的色彩会给人较沉重、较后退，或者是较退缩的一个视觉效果，所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色彩心理学的概念，我们就可以来安排这个色彩的分布，来构成这个球体的体积感。另外，在色相的部分也是利用高视觉吸引力的暖色调中的黄色，搭配冷色调中具有较低视觉吸引力的蓝色来形成对比，那较往前推进的视觉呢，也就可以安排在高光的一个部分，而较低视觉吸引力的色彩呢，也就可以安排在暗部色调的部分，借由这样子的对比来形成这个球体的体积感。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三个结果，明度、饱和度、色相三者结果合并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个色彩体积感非常强烈的一个球体的结果。而正是可以透过色彩的调整，不论是从色相、饱和度、明度这三者，如果能够做到很好的搭配，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特效，哪怕在自发光的一个效果底下，依旧可以呈现出非常好的物件的体积感，或者是空间感等效果。紧接着来看这组范例，
上面就是刚刚提到的四种呈现球体体积感的方法，分别是单独调整明度、饱和度、色相，以及将三组合并后的 HSL 效果。我要用这四种方法在一个头像上进行套色，最后会在这里看到在特效使用加色的情况下与背景混合的结果。而在这里，这个背景我刻意选用一个土黄色大地色彩来作为背景，因为这个色彩是最容易导致加色特效形成过曝的一个场景环境。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只是单独利用明度、明暗对比来进行套色的结果，会看到加色的结果在这个环境中形成了过曝，我失去了非常多的细节，我们无法看清楚这个图像原本的样貌，那效果就不是很好。那在单独调整饱和度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色彩呈现是这样子的一个分布，由完全低饱和到高饱和，那甚至到非常高饱和，有点来作为利用非常高饱和的色彩来作为暗部的色彩，借此来呈现明暗的对比。那最后加色结果，我们会看到这个结果对比明暗的方式要再来的保留许多细节，然而还是显得缺乏细节表现，而且也有一点过曝的现象。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利用色相的方式来进行体积感的色彩套色，我们可以看到色彩由高色彩吸引力的黄色对比到它的对比色紫色来作为暗部的色调，而红色也就作为中间色调的一个色彩。我们在加色的环境结果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保留了较多的细节，而且可以看到更清楚的色彩明暗层次的变化，由亮到暗。那这眼窝的细节、嘴角的细节、各种线条也都在这样子的调整下而得到比较好的保留。然而，我们还可以让这效果更好，方法就是要把饱和度跟明度也一起加进来，把这 HSL 三个数值都调整到最适合的状态下。所以在这个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它原始的色彩，我们利用高明度、低彩度、高色彩吸引力色相的黄色来作为我们亮部的色彩，中间过渡到它的明度开始有点下降的酒红色来作为中间色调，而对比色的紫色，我们让它的饱和度提升到最高，但是它的明度降低到非常小，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暗部色调的效果。而在这样子的结果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加色后的效果比起其他三组要来的提升了非常多，可以保留出更多的细节，整个明暗的变化也更加具有层次，更能呈现出这个物体原本的体积感，而整个视觉的细节也都获得良好的保留，不会因为套用了在土黄色的背景而导致整个图像呈现过度曝光的表现，而丢失许多我们美术精心设计的细节，那就会非常可惜。那透过这样子的色彩体积的运用，就可以让我们的特效呢，纵使在加色的环境，或者在使用较强 HDR 色系来形成光晕效果时，都可以帮助我们保留较多的细节来呈现给玩家。所以透过调整色相、饱和度、明度，就能使图形更具有立体感，且大大提升辨识度。除了刻意营造平面纯色块 2D 风格的专案，我相信大多数专案的视觉风格都需要呈现出物体的质量感、体积感、空间感，而这是透过光影色彩来达成的。一个物体的光影构成至少需要具备
亮部、棕色调、暗部这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分别可以理解成：棕色调其实就是物体本身的主要颜色，而高光则是光的颜色。在特效中，也可以理解成是能量来源最强的颜色，而暗部就是阴影的色彩，在特效上可以理解成能量消散的颜色。所以在这里就提到另一个重点，就是在色彩动态意义上是作为能量的强弱对比、前后聚散等变化，以及建立视觉焦点与空间视觉深度的排序。当然可以增加更多的色阶细节。但是如果要能透过色彩呈现体积感与视觉焦点的建立，三色阶是最低的需求标准，一切都从这里开始延伸。因此，我称之为特效基础三色阶色彩设计。所以在左边这两张图片的案例，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分别有高光、棕色调与暗部，也就是最强能量的来源。以及物体本身的主要色调，以及到最后能量消散的颜色，来呈现出良好的三色阶色彩对比。除了呈现出这个柱状火柱的体积感，也能呈现出能量的中心，以及往外围能量冷却逐渐消散的视觉效果。包含这个刀光旋风效果，也都是一样的概念。中间核心是能量最强的部分，所以呈现的是高光色彩的表现。很快的就进入到色彩，这物体本身的主要色彩，以及到末端要消散的暗部色彩。这个呈现也都是很标准的三色阶色彩的安排。那只是说再去如何细分色阶与色阶之间的过渡程度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更加的平滑，或者是更加的锐利，在三个色阶中去做变换。接着来看到这两个案例，也是一样利用三色阶色彩设计来进行。那在快打旋风的气功弹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三组颜色，分别是能量最强的中心的高光白色，以及气功弹本身的主体颜色水蓝色，还有最后能量消散的深蓝色。而利用这三组颜色清晰的色彩对比，来帮助我们视觉焦点可以更精准的停留在气功弹的前端，但是眼角余光又可以感受到能量的消散，来辅助这个气功能量的强大以及危险性。那在整个动态的移动过程中，我们的目光也就会跟随着这高色彩吸引力的部分呢，而跟着移动。那在右边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组纹理在一个球体表面流动的效果。那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这一颗，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色彩变化，就使得整个效果显得非常的平面，而球体的体积感也相对比较弱。而右边这颗以及右左下角这颗，我们进行了一些颜色的调整，从明度去做出变化，以及色相去做出变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有三个层次的流动，而分别是远、中、近三个距离。哪怕是只是透过色相的调整，也一样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三个层次的视觉效果，而且具备了整个球体的体积感以及空间深度的一个表现。那在右下角这一颗，我们又加入整体球体的亮部范围以及暗部范围的颜色，我们去加深它以及加亮它这球体亮部的部分，去搭配这三层流动纹理，使得整个视觉效果更加具备有球体的体积感，而且又还有这三层纹理的空间深度表现，整个视觉的结果就显得相当的丰富且具有说服力，在整个 3D 游戏的空间环境中，也就
有更好的一个呈现，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只需要透过一层模型就能够达成3层的视觉效果。这个案例是利用相似色的配色方法，由较高视觉吸引力的黄色作为高光高能量区域，接着走向暗红色来作为暗部能量消散阶段的色彩。从色完上就可以看出，就在这60度由黄色走向暗部红色的这60度色相偏移范围内进行相似色的配色设计。接着就是透过改变饱和度与明度来强化色彩之间的对比。在右边的去饱和的结果可以看出，投射物的前端拥有较高的明度数值，来高度吸引玩家的视觉注意力，而消散的部分就随着明度的下降、彩度的上升，而呈现出较低明度的数值，也代表着较低的视觉吸引力。在这样的色彩对比下，纵使投射物在游戏中高速移动，也都能确实的吸引玩家注意力，且在命中目标时能给玩家良好的视觉冲击感。而在格斗游戏中，打击特效的色彩设计更是重要，因为良好的色彩对比可以大大提升打击感。而在《快打旋风》的这个案例中，这个受击特效是采用单一色的配色法，而主要是透过改变明度与饱和度来创造对比。此外，还做了微幅的色相偏移。我们可以看到，由较高视觉吸引力的黄色，来偏向较弱的咖啡色。我们在色环中可以看到，高光区域是近乎亮白的黄色。再走向主体色的黄色，慢慢的偏移到咖啡色的部分，来作为消散或低能量区域的色彩。在这明度、饱和度与色相三者的合作下，借此创造出非常强烈的对比，来作为受集中心。在右边的去饱和的图像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受集中心是完全亮白的，而往外延伸的能量，就很快的退散到较低注意力的色彩，来形成能量的余韵，也就是明度较低的这些部分。这样大幅度的强弱色彩对比变化，能使得视觉冲击感更加强烈，也就能带给玩家更爽快的格斗打击体验。所以，色彩的对比在格斗游戏中，或者是希望呈现较强烈打击感的游戏中，就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必须去做好妥善的色彩对比设计。在《碧蓝幻想》这款格斗游戏中，也可以发现相似色的色彩设计。这个受击效果一样使用单一色，但没有进行色相的偏移，仅单纯透过调整饱和度与明度，来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其成为打击效果的中心。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一旁的技能效果，我们可以看到这黄色的光环与周遭的粉红色能量，在右边的去饱和的图像中可以发现，这两者几乎是相同的灰阶数值。然而在左边的图像中可以发现，黄色的区块更加吸引我们的目光，而粉红色的元件就显得像是黄色光环的次要元素。这样的视觉宾主呈现，正是透过色彩心理学的高低视觉吸引力的不同来达成。也透过这个方式，使整体技能表现在每个阶段都只会有一个主题色，而不是每个颜色都抢着出头。如此就会导致视觉非常的混乱，进而影响打击感或游玩体验。审视整个去饱和的图像，也可以清楚的看出，受击效果的明度是最高的，因为格斗游戏中受击效果是很重要的资讯，必须明确而强烈的传达给玩家。再来是技能，然后是角色，最后是场景。
这样明确的灰阶数值安排，让整个画面更加清晰明确，不会使人感到色彩混乱。所以，特效在设计色彩时，势必要搭配整体画面一起思考设计。这是一个利用互补色的高度对比来呈现打击效果，并且呈现出色彩温度的变化与能量的消散。这部分也正是色彩心理学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爆发的中心是由高亮度的黄色开始，最后消散的阶段则是黄色的互补色，蓝色来呈现。黄色的高视觉吸引力在爆发的瞬间，很快的吸引我们的目光，呈现出高能量、高温以及膨胀感，但很快的就过渡到蓝色的阶段。蓝色是冷色调，给人的感觉是退缩、冷却、消散、缓慢的视觉感受。而在这个阶段，也刻意存在较久的时间，借此表现出爆发能量的冷却过程。这样的色彩对比与余韵的动态变化，都大大提升效果的打击感。然而，这里要提一个有趣的事，就是在真实世界中的温度色彩其实是相反的。在炉火中的蓝色火焰，其实温度比黄色火焰要来得高。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呢？因为我们的生活体验中最炙热的就是太阳与火焰，也就容易理解成黄色、红色是比较高温的，而海水蓝天总是给我们凉爽的感觉，因此容易理解成蓝色是比较低温的色彩。这正是色彩心理学影响我们对色彩的认知与感受，因此产生与实际科学事实不同的结果。但站在特效美术的色彩设计的立场，我们还是必须去唤醒普遍玩家对这色彩的认知，所以也验证色彩心理学在特效色彩设计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追求写实风格的游戏专案中，我们特效美术就更要专注在真实物理世界的效果。例如，不同的元素所产生的爆炸颜色，也就会有所不同。像是在科幻类型的专案中，总是有着许多高科技机械，里面可能包含着运用各种稀有元素所制成的能源，因此这些元素的爆炸也就会有别于一般的木材燃烧或汽油弹产生的橘红色火光，取而代之的可能是蓝色、紫色、粉红色等比较少见的爆炸颜色，而正确使用这些元素燃烧的颜色，也更能增添科幻世界的真实性与说服力，帮助玩家更加沉浸其中。最后再来看一个常见的打击光晕的效果，在左边的打击效果其实显得相当软弱无力，主要是因为它的色彩单一，缺乏变化。且透明度的变化过于线性，因此在不调整其他所有的参数状况下，仅透过调整色彩的时间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效果呈现出更好的打击感。而这里的曲线，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比较强烈的色彩变化，由较高的吸引力色彩很快速的退缩到较低吸引力的橘色，再到更低的红色以及酒红色。那在透明度的变化上，也有了一个较强烈的曲线下降的一个效果。所以利用这样子的色彩以及透明度的变化，强烈的对比，来提升整个色彩打击感的呈现。而这就只是单单的透过运用色彩的对比来达成的优化，因此学习良好的色彩设计，能大大帮助玩家的游玩体验有更好的感受。最后，我们来谈谈如何透过色彩设计来定义美术风格呢？
其实就是定义色彩的色阶数与半透明的分布。从写实到风格化的光谱，首先在最简化的状态下，也就是单一色的配色，在色阶的分布上是没有任何的细分的。所以，如果我们针对这色阶去进行最初步的细分，也就是三色阶分布法，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美术风格的呈现。如果我们又针对这色阶去做更细部的细节细分，比如说区分成五段色阶，并且柔化中间之间的差距，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美术风格。最后，我们再加入半透明的概念，并且更加柔化整个色阶的变化，我们又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美术风格，也更加贴近写实风格的路线。最后到完全写实，它的饱和度可能会下降许多，并且会加入更强烈的半透明变化，因为要更加符合我们真实世界中色光的运作以及呈现。所以透过以上这五个简单的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如何透过色彩色阶数的不同来呈现不同的美术风格。所以在这一条由写实到风格化的光谱上，我们也就能够去找出一个适合目前专案最好的色阶分布的方法，来定义出最合适或者是独特的美术风格。以上就是特效色彩设计的部分。